哦，我都从你们那么快，我那边飞不过去，我还没有那个营地啊。我们是儿子吃你的都是营你家地耶，你是白痴哦、喔。哎、欸。我们现在是吃你的营地耶，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啊。哎、啊，那你们怎么飞过来的？有另外废船那边，废弃的船那边。天哪，你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啊？恐龙死，你竟然没死。哦，有哺乳动物哎。为什么恐龙死，我要死？恐龙比你聪明啊，厉哪害！有？敢过来吗？欸，恐龙很聪明哎，真假的？对吧？你以为恐好龙笨？吧。哎、欸，我来了。他好突然哦！我拍他，因为我刚丢他石头。哦，你丢石头在地板，我想到怎么那么突然？没有，我直接丢在他脸上。哦。然后先要那个好的姿势，然后突然起来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我好不容易续好力了。你就要自己看吼，所以才会有，配耳塞声啊，15啊，耳塞配到满啊。好，一下。我也被挤下来，没事没事。他在飞也不能撞。我拍。哦，对。没错，我打出去，它飞出去了，吓死我了！哭啊！我根本没乐影啊！那边有那个啊，我在捡呢，辣椒。哎呀，哭啊！我没撑起背包，算了。冰冻的花草，它好像没有用。哎、拜拜！哦，没有下去，没事没事，差一点。起来！打消，打消，打消。快死了！我被他吹一下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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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。睡了。对，你有吗？我有。好，那你先。有。哈？跟你讲说要打脸，你是打其他地方干嘛？
哦，大锤支持，脸才是我们该打的地方。哦，锤子是打脸。我讲过几次了啦。哎、欸，这个要怎么躲啊？一直动就好了，它会长在头上。你是要去哪里啦？不想让他围在这边。哦，他是在看我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怎样？你只是臭了脸。我在旁边看那个。看什么？看戏哦。我在吃打消，我在找打消滚。打就滚快一点，就跟你讲说，你就几乎是用在那个补品那边而已。你就整场都在喝东西呀、啊？马上来！马上来！对。那个也可以破尾哦，断尾哦。我是斩击的、啊。哦，爆有时候爆瓶跟斩击瓶是不是？只有榴弹瓶不能断尾而已，枪击瓶跟捡气瓶而已。哦，那时候搞不懂是搞这个。我想说那时候杰昭跟我讲说他那个不能断尾，我想哦好吧。他的就是榴弹瓶的话就是。嗯。看到没有？我在打哪里？看到没有？我在打哪里？你要给我转圈圈！我跟你讲说，靠近的时候松开 W 哈。哦，对不起。你是该道歉。是。我就是一开始教你的时候强调的就是这个，你打不到我们啊。哦。可是，哎、欸，打不到你们。我没有耐，我有耐冲呢，怕我不知道。打我打我没关系，我不动你装。哦，好。哎呦，我打这个！好香。用右键那一招很吃，很可怜哦。
你只要一下没挥到，你那个全部都没挥到了。有我有挥到，所以我都会按，我都会哪里然后全部都挥到，我都会抓脸旁边压住蓄力三，然后继续这样接。压住蓄力三，蓄三放开，然后再继续勾上去转圈圈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集成之后的动作变好奇怪。压住蓄力三，压住蓄力三，就一样啦，勾上去啦，一样勾上去打。不然你按右键的话，嗯、你前几下打不太痛。斜冲啥？你滑、喔？对，我在想说用斜坡滑滑看。反正最近常跟你讲话都是想你是在滑、喔。可是你要最后一下打到啊，没打到，所以我才会帮你控场啊。尾巴、哦，好，你都不会被那个抓到、哦？会啊！你看，他想来抓我啊！嗯。哎、欸，他不见了。谁 ？HDD 不见了吗？不是，刚抓我的那一只，他突然跑到雪里面，然后不见了。走啦。拜拜拜拜！哎呦！叫魂哦！被打到了。喷热水，我没喷呢。还可以再撞一次哦，我刚好拍过一次。呵，居然抓不到他，大小，哎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好、啊，不能拍，没关系。哇！抓起来，软脸，你鞋花哦？哎、欸。起来花哦！他睡着了，哎、欸。哇，这小石头！为什么你的钩爪这么亮？外观呢、啊？啊，我的吗？还是我的啦？我们一个东西叫做但丁的手套。这干嘛？对不对？那个对啊，超亮的。但丁的手啊，回来没事。哦呦呦，我以为我宕机了，干吓死我。小马安安，D A W N 安安 ，Y I Y E N L I M 安安，维恩安安，
欸，这边的那个推粪虫的东西比较多欸，他给五个爆裂结晶，六对不对？五个啊，你有投石达人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我刚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五杠六，然后再减一次的时候就只有六而已了。哦，很奇妙，因为其他的都只给一个两个这样子。对啊，真的比较优秀。耐力急速下降，只能狂吃这个了，有没有？啊，秀秀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那是谁？大爆桶狙。大爆桶。炸弹啊！没有叫你带。我有看过那个东西。对啊，今天有人帮我。你上吗？放。哎呦！打古龙就是这样玩啊，好好玩啊！自己是花钱在打魔物啊。有钱人的玩法。我以前就是……哎，他的摸不到，那就死啦！我以前就是材料太多，就拼命在放爆桶在搞他们。他们挥一下就被炸掉，耗一下就被炸远，这样子，然后炸的 HUTT 很不爽，有够哭的。干，那是不是打麒麟哈？麒麟用打这个放个四桶就晕，四桶就晕，很爽。可是他妈太小只了，你放哪边我都会被炸到，就很爽啊。我好冷哦。我们也会被打到吗？当然会啊。你都没好好看台，我们那时候布区就是被炸筒炸飞啊，那我们再算那个第一个炸筒的位置啊。挖矿啊，打龙嘞，苦老百姓，来不及了啦，来得及耶，哇，难怪，可以难怪十秒他挖的，难怪恐龙活你活不了。相反的，难怪恐龙活不了，你活得了。霸王，我又不是雷龙。雷龙干雷龙屁事哦！雷龙反应慢啊。你又知道？对啊。你是恐龙学家。以前就有人说雷龙是所有龙反应最慢。谁讲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把渡渡鸟放在哪里？那是什么？全世界最笨的生物，真的假的？有这种东西啊？有啊！我爆桶也是打力战麒麟学出来的啊！哎、欸，我要过去了，白痴哦！好，拜拜。拜拜。58分的没注意。哦，20分钟打完了，好感动。差不多了。好吵哦。好吵哦。好吵。薯条，我要把饲料袋收起来了。我先开了，美女，我先开了。先开了什么？裙子。未看先开了。先开的先开的裙子。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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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小女棒棒鸡棒。嗯。没事。所以你的头也变这样子了，那杰克你的嘞？我的还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杰克要举什么啊？杰克你的嘞？没有啊。宝可梦球啊，好可爱哦！耶，好可爱，小云的。你好矮哦，哈哈，你好矮哦，哈哈。小云怎么长这样？小云。他是蜜蜂。小云说：“我的手没对称呢，等一下为什么？”小云的手举起来吗？手举起来了，我帮你啊！手举起来，下辈子投胎转世啊！妈的，妈的，有没有手变好了？没有，没变好。
再来一次，好多几次。你我看起来左右好像你天生长短手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他的他去投胎，他去投胎了。对称了，对称了，还是有了对称了。不是、啊、手的条纹还是歪的啊？没有歪的、啊，没有啦，他是指哎呦，哎，蜜蜂蛰了呐，这个太阳有两边对称，可以，有了对称了对称了，原本条纹是往下，现在是往上的，哦，好哦，有反过来，看不太出来了，看不太出来，有啦，这是因为懒得滑手，所以手根本没动，没有不一样，直接复制贴上，不一样啦，你们看这个真的很难看出来，奇怪的轮，不一样啦。哦，不一样。等一下，你看哦，你们看好哦，现在是往上的，对不对？嘿、uh-huh. ，这样是往下的，不一样啦。哦哦，真的往下了，真的往下了，真的往下了，往下了，往下了，电梯下了，电梯下了。哎，嗯，还是你要举老鹰？哈哈哈哈哈！举老鹰，举老鹰架吗？哎，对，听起来很棒。举老鹰。哎、欸，那进团团他是要很久吗？还是他过一阵子，可能还在中途加入吧，我猜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玩。好，好，噔噔噔，好变票票啊！噔噔噔，我也想变票票。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他现在不在，赶快讲啊！龙妈，我要看出去，不要跳了，莫名其妙。阿罗哈，现在是十个轮，十个轮，十个，十个，这样报名狼人杀，好，今天先十个人啊，十个轮，说明等下会有再增加。好，好啊。哇，我们今天哎都会玩了嘛，可以直接嗨起来啦。我们上次没有玩到丘比特，对，丘比特，丘比特是这样，他场上会随机两个人，他是写说成为兄妹啦，那两个人就会成为算是独立的一方阵营，他们必须要让场上其他人都死掉才会获胜。他们，比方说如果他们两个都是好人测的话，那他们就必须要把其他的好人跟狼人都杀死。哇，好难啊！但是如果两个狼先死掉的话，那就直接是好人获胜了。对，所以他必须要反而是先把好人都杀死，然后再把狼给杀死。狼给杀死。对，那如果是好人跟狼人有没有结成一侧？那他就必须要把他另一个狼伙伴跟其他的好人都杀死。哦，简单来说就是，只要他们两个是活到最后的，那就是获胜。好难哦，他们两个比较超难哎，一好一坏，可能是两个坏都有可能。嗯、对，我们玩两个狼啦，所以当然最好的状况就是如果他们两个都是狼，那他们会比较好获胜。虽然呢，他们只要一个人死，另一个人也会连带死哦。好，就是变相的恐怖情人。恐怖情人。不算是太难过，然后自己太难过了。我们兄妹，兄妹啊，兄哎、欸啊，兄妹都是情人，兄妹哦哦，没错，有情人终成兄妹，终成兄妹。那我们就两个狼，一个猎人，好，一个冤家，一个女巫，一个忍者，一个诈欺师，跟三个村民。好，村民很多。扎瓦鲁多。哦，时间也色色。我们之前是一天几分钟啊？十三两分还是三分？三分吧，我记得三分钟。我忘了，好像是两到三分钟了。两分啊，两分。好，哎、哦，记得记得。哦，酱油的 skin 啦。哦哟，可爱、美丽、帅气。操，然后。哎、啊，这个地图呢也有新的咯。哦，有一个更新的、啊，但我们先来玩一个经典城镇。好啊，一进去，怀念的，怀念的，怀念的味道，真的，好怀念哦，那个地方，怀念了。哎，记得那个，对啊，现身才可以票人哦。好，他可能就没箱子可以收了，还要干嘛？没有箱子，没有箱子啊，没棒棒了。哇，没办法了，过去那个天台杀人了。对，有没有魔？
也没有蘑菇神可以砍呢。啊？那我们会摔死吗？我们会摔死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。应该不会。你可以试试看啊！你为什么不试试看？试看看。你是不是狼人想叫人家死？那等一下晚上的时候不能提到名字哦。好，除非你是预言家，好吧？你要跳预言家，你悍跳也可以，就可以讲名字。每个人都跳。小雨乖乖，小雨跟我走来这里，小雨很可疑。这里没有东西上去了。啊！我要先躲起来了。你可以抓着你头上那个。飞起来是不是？飞起来。哎，露米干嘛？我死的就是露米，我死的就是小雨和露米。不能讲，不能讲。没了。晚上了，狼人要出来了。狼人出来喽！狼人出现喽！狼人在哪里？哎，好可怕哦！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Peace, peace， 我知道你是。Peace, peace, peace。哦，我看人在哪里？我看到猎人，猎人拉人哦。好人，好人，好人。我也想要成为 Magi Magi。你不要跑走，我也想成为 Magi Magi。赶快跑！楼上狼在楼上，狼在地表。跑来跑去，很快的那个，我怎么死了？哇，几秀哦！哎，我还是笑哎！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狼人晚上想杀几个都可以的哦。哦，我楼上的小心哦，有，发光好久哦，发光久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说不定他们两个轮流用，有可能，不然那个应该太久了。对，有人靠近我了，有人靠近我了 ，Oh my god， 白天了白天了，我这边这边我这边我这边，波波你刚刚是二楼的那个吗？二楼的，然后就下面有一个很快的追你，对，有一个追我，有一个人想追美女。那你告诉谁吗？我不知道，没看到。看到吗？没看到。没看到。而且全场只有一个人跳在二楼的玩家。哦，我觉得我是好的，因为我刚刚就看到他在二楼，然后下面有一个白白的在追。杰瑞，你刚进来吗？对，我刚进来。哎，来喽！哦，怎么不见了？那个刚刚猎人不是有拉可以跳一跳啊？哦，预言家那个吧，哎，预言家厕所。哦，露米是预言家，我是猎人，我是猎人。哎，你刚拉谁？你刚拉谁？他拉了酱油。哦，小雨刚吓一跳，我不是啊。酱露米酱油跟 Bobo 有没有都是好人？好，那大家也知道自己的底牌。哎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完蛋了，我完蛋了，没有投票人啊，死路啊 ，Bobo 酱油。啊啊！我现在可以跳预言家吗？我可以跳预言家吗？我可以跳预言家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！我是预言家，杰瑞是狼人，然后哈基是好人。哦哦，你进两，第一天验哈基，第二天验杰瑞的意思。对。哦。哦，发光好久。这发光好久。哇，一直亮着。楼下有人啦，我在干嘛？等一下是谁？所以等一下杰瑞都不讲话。他就死了，不然有人要跳吗？我死了，哇，惨死了，我很难过。Q Q Q 哎，去找杰瑞 ，Q Q 该找杰瑞了。没有，不要找我，要驱逐了，不是我，是你，看错了。那是谁？是谁？我看到了，是，我看到了，我门外，门外。门外，门外追他！哎，他打我，你哦，波波被票了，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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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边，我这边，你哪边？你在马路上？在马路上？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在马路上？在哪？在哪？在马路上，桥上，桥上，桥边，桥边。哦，这个结果，打我！哦，好，他两票，他两票了，他两票，好，他一个帮谁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三票是不是啦？我不知道怎么上去。哇，哎，刚刚波波好强哦！等一下，我就叫你。刚刚真的想要往下钻，波波先钻了。没有去路哎！我一个36D 的威力啊！哇，直接挡住。他想下都下不了。可是猎人刚刚拉谁？猎人刚刚拉谁？第一天晚上拉谁啊？酱油吗？我第一天拉酱油，第二天拉杰克啊，然后这样我现在回不来了。为什么回不来？你是去哪了？对，我迷路了。白痴，我知道你在哪里啦，酱油。哦，音乐是狼，音乐是狼，这是谁？我验到了，音乐是狼。音乐是狼。那个是不是扎七？是你是不是扎七？这样你是不是不会走了？哎，我在哪？
救命啊！你回来回来回来！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人在杀人了。酱油，你不要左右左右的撑枪弹走不出去啊！你白痴哦、喔！好可怕！你要一个你啊！酱油，哎呀，左转，你左转，左转到底，你这边对对对，不要动不要动，后面后面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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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到底可以走出去。你刚才是蹭来蹭去，人家可以出门去。我死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原来这里可以爬哦。很慢，可以爬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人在追我？好可怕！刚刚看到我，没有，你后面没人的。你后面是空的，你看后面是空的。等一下，有人是炸鸡师。哎，谁？我刚看到是有拿武器的。我刚有拉小酱油。我记得你很不会走铁门，对不对？小雨是不是？你看到了？我不是啊。刚刚讯息已经出来啦、啊。对啊，刚不是允月吗？要现在找到允月吗？允月，被坑了。对，我们死了不能再讲，你们自己早上不能太坑哦。允月，卢米，我们走一起。要死了，我们一起死。要死了，找到允月，我找到允月了。允月在哪？在最角落，最角落。最角落，最角落。这里吗？刚卢米，你们上来那边，往这里吗？这里走。哎，我听到了吗？我刚刚有没有想说看起来外面？楼上，楼上，楼上。蜜蜂在吃蛋糕，蜜蜂吃蛋糕，蜜蜂。啊，太多了，对。四个人。没办法，太多人了。然后我刚刚想说那个小雨外面名义这边 ID 走不进来，然后后来看哦，原来都是幽灵。幽灵都去过了。我要哥哥一起死哎！谁谁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好像你就穿着装备在那边跑，没有拿武器，有点可疑哈。我想说我是诈欺师，他一定不会砍我就死了。我第一天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砍你啊。哎，问一下，刚逼完谁杀我？我完全看不到人哎、欸。啊，我在你背后啊。然后，对啊，我死掉，马上看你，完全看不到你在哪里耶、欸。你就是还在隐形时间吧？应该被还在隐形吧、哦？我是死掉观察者耶。好、啊，观察者好像也会看不到人影。没有，他追我的时候，我又看他穿衣服。嗯，对啊，我死掉的瞬间看到他不见了。哇塞！你有一件脱装哦，可能他把我们被传走吧，还是什么？我一直穿着装啊，我没有脱装。对啊，就很奇怪。刚刚想说到底是被传走吧？等下可以再看看。好，全是 bug。哎，我问个问题哦，灭人器可以丢人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会会死人。那就是你女巫，对啊，你可以，你其实可以杀人啊。哎，那你就我刚刚应该一发下去三个人哦。对对，然后你就因为你刚刚 CP 你要保他，你就直接把其他人给杀了。我想说不能丢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女巫的变人器是通杀，她只不会杀自己。嗯，所以没有啦，刚刚卢米拉我舍不得杀你了。对，哎，拜托，如果你的他一拉你直接杀他，超强。女巫很强哎，直接杀掉。女巫加狼的话，女巫加狼，没事没事，越来越会了哦。可以哦，给狼人强一点。多雪狼，雪狼哦，雪魔狼好了啦。哦，有可能都会同一个，嗯，再看看。哎呀，我刚刚太开心了。那就再来喽，九九九，九九九，九九九，我要去我的宝地了。多钱？你说你的二楼吗？我的二楼，风水宝地。风水宝地，你看我刚刚马上保你啊！真的。因为发光还蛮明显的。嗯，刚刚有个美女在阳台晒太阳。啊，这个其实地形有一丁点的小改。对，有些密道不见了，房子不太一样。啊，为什么撞铁门了？你干嘛跟着我？啊，有人试过会不会摔死？你要干嘛？没伤，没得事就被砍死，没伤害吗？怪怪的啦，没伤害，摔下去没伤，没伤害，所以直接可以摔。哈基怪怪的，哈基一直跟着我，哈基骗你哦，是哈基喽，我那天骗你，小雨就是哈基，哈基是小雨，是你，噔噔噔噔，好奇怪的啦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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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哦，好，那没事了，来吧，一起寻找。啊！啊！我有人开杀了！哇！哇！哇！酱油，酱油，快跑，快跑！酱油妹，你为什么酱油妹？酱油，你怎么死掉了？跟我嗨，然后我就死了。我是觉得有人很奇怪的，很奇怪。我是觉得有人很奇怪啦，在我楼下，你怎么了？死在我楼下阳台。他那个对话框有显示，嗯，一次死两个，对啊，臭酱油妹，哎，不能怪我啊，他说他跟我吃酱油妹，哎，他说跟我，他说要跟我取暖呢，有没有？哎，死人，死人，哎，我是预言家，他其实是好人，他只是怪怪的而已，好屌屌，怪怪的，扔到啊。怪怪的好人，是不是你？好像浪费一个野人名额。你为什么打我？你不是刚刚跟他取暖？我没有跟他取暖，为什么你跟波波啊？在取暖呢？波波不是没有，我刚刚直接跑掉了，而且波波有点奇怪。波波啦，打波波啦！不是我，打波波啦！打，波波在哪？他在前面，他在前面。刚刚他说取个暖就死掉了。我要当个美女，跳下去，跳下去！你看美女，美女跑了，美女怪怪的。美女不要放，美女。杀美女，杀美女！来不及了，美女。不，好多人。杰瑞推他，杰瑞推他，不要打到小雨，杰瑞推他。不行，不行。啊！是啦。哎，真的很多人呢。断了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，那边很可怕，那边很可怕，赶快走。记得不能讲名字哦。好。啊，完了。啊！死人了！好，自己走了。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天哪！看来刚刚那一群底下有问题哦。怎么死人了？就是那一群刚刚打我就问题嘛，我就不是狼。你就不是，就是狼。小雨，小雨快跑！小雨快跑！小雨不能讲啊，小雨不能讲啊。好好人在这里，好人在那里，不能讲名字。好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我跑不动了。不，那个女的快跑，女的快跑，女的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那个女的跑不动了，女的她跑了，女的她跑了，女的，那个，我躲过了，我帮你了，哎呀呀，那个狼快跑，可以动了，那个狼快跑，哎呀，那个狼是谁呢？那个狼是谁？他去下水道了，我看到过河，前面是谁？谁？我刚看是谁？谁？露米、繁星、哈金啊！露米、露米、露米是露米，是露米，是露米，不是露米，刚在前面呢。不是露米，不是露米，露米我刚看到。小雨后面，哎，对啊，杰克吗？还是杰克？杰克，真的上面那个啦，杰克，这个吧。刚刚唯一没看到他，唯一就是他。不是。